27号晚上我们有那个火炮射击啊，然后28号晚上我们有一个餐会，来欢迎我们的校友，还有我们的来宾，还有我们全校的师生同仁一起来欢庆马祖高中60周年的校庆。那更重要的是29号我们的庆祝大会啊，从迎宾舞龙舞狮迎宾啊，一直到表扬大会。上午的表扬大会，啊，我们还有艺文展，啊，还有校友送给母校的一个纪念品的揭幕仪式，啊，还有艺文展的茶会，啊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，我们每班同学都准备一个园游会的摊位，啊，来庆祝我们的校庆，还有外界的家长。也摆了10个摊位，让我们的活动更是多彩多姿。啊，下午还有一个那个文艺的才艺表演，我们学校的师生，还有校外的表演团体，还有校友一起来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